北啦。你要给几分啊？三二一，请亮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的频道，我是兔兔郎。我们今天邀请到尹跟叶双生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双生过日子的主星，我是叶。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一个邀请到这两位呢，我们之前有拍过那个女同志天菜的排行榜，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做评分。那我们今天要再来做一次，因为之前是做东亚，就是有点像东亚跟西亚的，没有西亚的亚，你说东方跟西方的，东南亚、泰国那种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艺人跟 YouTuber 的，对对对，红 YouTuber 的菜，然后我们有特别。问过大家他们认为的帅T菜，这是网友帅T心目中的名单是哪一些？我们今天就是非常肤浅，我们今天好不好？所有艺人什么说新闻全部忘掉，什么我们就是个性那些都不管，那他们的气质不能考虑吗？我觉得气质还是很重要。可以可以，可是就是外表，就是我们不讲话不那个，就是看外表。OK， 好，很肤浅的那一种。好，那我们要直接来，我们从艺人这边直接来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来第一位林雨熙，好啦，一二三，请亮灯。八分，七分，六七八。我想特别问一下六分的部分是有什么原因吗？他可能比较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，对，个人偏好，对 ，T 会比较有一个特定的菜的样子。好，我等一下看一下这名单有没有中，这个有点希望可以有我那个菜，好，真的真的，对对对好好好，第二一位我要隆重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一位其实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都有先啊，什么他在名单上面，可是仔细思考之后觉得可以理解，有，可以，好来喽 ，OK， 来第二一位杨丞琳，杨丞琳会看到这集吗？我先问一下，丞琳你有在看吗？合作过，对，所以我才我有合作过，所以所以前面我才特别说，我们抛开一切，只看外表。三二一，请亮，耶，七分。这个八分，我给七分，还是蛮平均的。我觉得这个有合作分加在上面，对，合作加一，合作加一，加一分。对，主要是因为我看过他本人，然后他脸非常非常小，我就知道，就是我在预言看到的时候，你就想说这脸怎么这么小？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他讲话，我觉得算蛮幽默，对，所以就是会蛮加分。哎，第三一个我怕你们又要吓到，可是这也真的很多人提哦。哎、欸，真的真的很夸张，三二一，叶全真，好哟好哟，怎么这样啊？这怎么会有很多人提？真的，我有做过一个功课，就是前一阵子就是在 D 卡上面就有人说叶全真，就是很怎么样？哦，应该是 D 卡有曝光过，就他们有这个印象，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去查他以前的东西。真的，我觉得应该是会不会叶全真其实也算是全民了。其实我们 他在那个康熙来了有一个，然后就有被说你是不是其实是 T 还是什么，有人怀疑他是 T。三二一，请亮。八。他们一致，好，我四分，一致。不喜欢姐姐吗？我四分，对，因为我稍微有点就是年龄上面的刻板印象。喜欢年轻的妹妹 ，OK， 懂。好，你喜欢是不是？我现在就给你一个稍微年轻一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绝对中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来了。怎么每个都什么一定绝对中？很 shock。No， 我第一次讲。三二一，张钧甯。他们有吸一口气耶。三二一，请亮。八分。八分。有中哎，有中，这个有中，这个有啊。你可以，谁不喜欢张钧甯？谁不喜欢啊？出来，出来，快点走。谁不喜欢？来，徐伟。徐伟。多勉强，多勉强啊！好，来三二一，亮九九，有九九九，差一点九，爱情九九，这是女神，真的，对，这完全可以，这个有证到，好来要来了，要证，魏如云，好，来三二一，七分，六，那还行啊，我觉得还有一点气质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样还行啊。你们喜欢那种超艺的，然后掰弯吗？还是你们觉得喜欢那种中性，有可能可以掰弯的？你们会选哪一种？是我喜欢女生类型，就至少她一定要是她的穿着是要是女生的样子。对。可是如果她常常会有穿着是比较偏向是跟我又很像，那我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喜欢那一种感觉。可是她就是想穿你衣服啊，就交往就要穿。偶尔可以啦，但还是要，可是你还是要有那个辣妹。对啊，辣妹就是穿她的衣服，不能穿她的裤子，要。对，下半身是男友风，我喜欢辣男友风，这才叫再讲一次，因为魏如云真的私下就是穿成这样，对，你们两个话就是属于比较偏不辣，对，哇，直接这样讲，你们两个是比较休闲，人家没有料就这样，然后你们两个就是。
很可惜。可是我们好像就是这个这样子，然后包成这样子。那你不要再想我的衣服啦！我为此，我有跟他说，你可以去买一些低胸的。他要，你知道他有穿什么？他穿那种超级小件的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然后。可是你会想要看他穿这种？他超爱那边啊，喜欢。然后，所以他会这样出。所以你某程度上你也算喜欢辣妹型的。他是啊，不要穿太多了，好。真的，穿太多了，穿少一点。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桂纶很美，有个性哦。他有露出一个笑容，迷之微笑。他迷之微笑，迷之微笑，而且有点变态。对，三二一，请八八，我十。哦，我今天本节目首度首十，本节目首十，喜欢非主流的哦，然后有个性的。嗯，来钟瑶啊，不认识啊，不认识。OK， 三二一，请亮八八八八。哦，那这个哦，那就是很一致的。好奇你们为什么会一致，因为有个。你有抓到那个感觉吗？你说我抓他了吗？他你自己抓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他长得很，其实某程度上来说也是长得很个性，就是他会让你觉得可以酷，但是要撒娇也有空间。我直接来好了，来蔡依林，好像会有一种压力很大。对，你凭什么评论？真的想，你什么？对不对？现在这个状态是有一种无法评论。扒掉他，男友和豆浆遇到的好不好？对对对。好，来三日请亮八八九。那、啊、这个也很平均啊，平均啊，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是网红举办，就是平常在 IG 上面也很有可能会是我们的朋友啊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是巧合，也有我们的朋友在里面，也有。就举办在 IG 上面活跃，或是 YouTube 上面，打卡贝拉，打一分，耶！来第一位芊芊，好，三二一，请按七七 ，OK， 差不多啊 ，Lucky Seven。迅速进入下一个，来阿卡贝拉的贝拉，只有一个，没有没有阿卡，他们真的超失礼的。他说哦，阿卡贝拉的贝拉，他们超坏的，他们可能怕贝拉会是那个克里斯汀史杜瓦，所以他们就说阿卡贝拉的贝拉，然后卡卡就好了，还是有让他曝光了。他在这里，我们看到，对，他在这里。我觉得以我们这么熟识的程度。我们今天真的很肤浅，我们真的肤浅，好不好？我们只看外表，你不认识贝拉，他是谁啊？你要给几分啊？我们自己的，你要给几分？你自己的朋友真的很搞笑，大家一直发出，这是很难评啊。三二一，请亮七四三。等一下，我要问一下，个性长得很个性，很安静，他不拍啊，然后还有辨识度，辨识度。对啊，哎，你们怎么这样？你们个性不一致。不是，因为像那个贝拉，他可能就会常常会说他其实 T。哦，对，就是他会一直讲他的个性是像 T， 所以你就会一直无形当中就觉得说好像很撞号那种感觉，只是他是长头发 T 这样子，但是贝拉是漂亮的。有啦有啦，这句话来不及，那个不漂亮，只是他的眼睛真的是好可爱型的。季安，哦，来，来，三二一，请亮，四五七，哎，你喜欢高出来了。我后来一遍，我喜欢就是幽默比较自然，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多分数是加在我觉得比较坦，就是多好的肤浅呢。你说以外形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可以啊，就远远可爱啊，可爱啊，对。但是你自己心里面还会稍微有点就觉得，哎，个性其实是蛮加分。好，我就问一个残酷题，来跟漂亮，你们选哪一个？来，三二一，漂亮，这个分数真的是。没有啦，因为漂亮就是他漂亮，可能他的那个你给的那张照片看起来是比较可爱型。对，下一张部分蛮特别的。这个真的，你知道最近就是有 PP 脸嘛？对，就是 PP 脸其实也在就是上面。PP 脸。对，你们只是你们两个就是完全 T， 就是真的分数就是很低耶。真的吗？你这个要给低吗？不要吧。好，来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好了，你竟然会上榜哎！我想说，我们今天笑什么笑？原来是你刚刚的照片可以吗？上榜可以吗？这张还蛮好看的，我们觉得蛮 OK 啦，蛮时尚。对啊，对。这我本人需要比吗？要啊，自恋的部分。就是三二一，三七零。哎，可是你们长得很像哎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个性跟那种散发出来，原来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只看脸。为什么我做三分？不行呢，他就是 T 呀。OK。如果你今天长头发，我可以再重新评。我长头发很恐怖哎，长相巩俐。可以，巩俐可以耶，巩俐可以耶。对啊，你看，真的好
好啦，我们谢谢就是巩俐还是蛤蜊啊？我们谢谢广大的这个网友们，就是给我一个露脸的机会。好，再有一点。双生两个，对 对, 對都有，對對對你们这个状态是不一样。好，来三二一，请给分，零分。他给你的同八，他给你的同八，有高点的，耶，赞赞赞，高起来，高起来。对啊，我那张眼神现在已经有点很，你太保守，你那眼神很飘哎，没有负三之类的。这个超有名，最近新闻上一直提到的，好不好？来，理科太太，我这里的开始，一八，一二。你们是不是觉得他是 T， 所以就是不是？是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太太的部分，我已经没办法给予。哎、欸，可是离婚了、欸，他离婚了、啊。我知道，可是就是单身。但他可能他外形化也不会是，我觉得就是不是我们外形。因为应该很像阿杜嘛。再来就是他讲话可能真的很理性的话，我们会有聊不起来的感觉。我自己个人给高，是因为我就觉得他跟狼的脸型有点类似，所以就我决定给高。哎、欸，有、欸，我这样想也有。我觉得有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就长得很随便啊，就有点有帅帅的感觉。好了，来下一题。这是我们的好朋友、喔，也是你们的朋友，也是你的朋友。No， 不行啦，这个才一起出去玩过哎、欸，这个你们回到还不认识的时候，不认识，我们回到不认识的时候。好，来三二一，请亮，八分，五分，不错不错，八分。这个才客观，你这个是跟你刚刚真的是没有我五分的部分是因为就是。一到十最中间的一个分数，那我怎么定了？所以我就是给一个比较安全的，就代表说你很中间，他也没有给你多一点，他没有说中上没有，他连那如果你看好了都不给你看清楚，看清楚。五分的意思是什么？他是个好人啊。接下来一个金鱼脑，好，来三二一，请给分六三五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只有三分啊？他很户外哎、欸，又户外又凹洞，你刚刚说你的对啊，兴趣又。又是就是漂亮、啊、我觉得长相是属于比较不是属于我的菜啊。我感觉他喜欢酷一点，他好像有像他就是太开心了，他可能就跟李佳颖的那种风格是一样、可是像这种是属于可爱型户外，我会比较喜欢中摇型的那种户外，那种很酷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近期推出的新的榜单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是帅 T 路线，但你们真的是，我今天没有评到十分，我觉得有点 sad。那你自己直接讲十分的，好，十分那可以讲欧美的吗？可以。好，我就是 Justin Bieber 的老婆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他就是我十分的菜、哦、啊。我喜欢俊美的，外国人的话就是俊美型的，这样子。OK。对，那个十分，那我也。光女呢？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很多人讲目光嘛，很多人喜欢。可是我觉得那是因为他可能本身就是在那个性向的地方的部分，就是会受大家的支持。对，我们没有那么盲目。我喜欢 Kara， Kara 很，是啊，我也很喜欢。什么时候韩国的名单？没有韩国的、啊，再下一波了啦。Lisa， 每次 Lisa 几分？不好用这样。Lisa， 你发现我平常没有在追一些韩流 ？Lisa， 我是九到十，但是 Blackpink 的里面就是。对，就任选不懂，任选都跟着你听懂，你凭什么也都 OK？ 这就是一个凭什么的节目，每个人都是任选，我也可以啊，真的。好了，那网友们，请你们也在下面留言，看你们最喜欢的艺人或是网红们，那我们在榜单上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以留言哦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话记得要去追踪，双生过日子。好了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小狼说拜拜，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钟哥，拜拜，拜拜。Woo!